蓝条啊，你就是靠洗迄个假锁啊，你才有机会当加活一阵啊。若是这个替身跟你拆破面啊，你的保命就无效啊。所以。啊，阿三，叫我虎杰。啊。妮可，我会记日月新饭店，唔是文平街，唔知伫楼顶还是楼卡。金，素婉，你哪伫遮？歹势啦，可能是我下仔买伤大箱，是得去走去啊。啊，无代就好啦。我等起来帮兄弟在讨论哈。板条湾个人真惊这个假锁玩误会，才会这样设计。看起来伊就是板条湾的弱点，我若是无好好利用，安尼毋是伤拍算啊？阿玲你啊，哪有一个口红印啊？啊！所以。中殺金！哎，等陣，這口紅小水，哎，看起來敢熟悉熟悉。哎呦，啊，這就是拄只去九九會館講公事的時陣哦，無細哩去有遐酒店小姐目到啊，但你嘛知影，遐小姐哦，攏會想空想芳，想要對人客心上暖啊。你毋是攏叫甲道貌岸然？无肉分泌，是安怎哪会让酒店的小姐活到遐尼紧啊？哎，啊，都不过是应酬尔，发生这种代志难免嘛。是讲，我甲你解释遐尼做袂怎啊？哈，我只是凊彩问两句啊尔，你甲我解释遐济要创啥？敢讲你是咧紧张，我误会你哦？是吗？你敢只是凊彩讲两句尔，还是在惊讲我会去予青春的肉体交去？哦，我知影，你即马是在吃醋哦。你是水面哦，你莫掠准哦，顶朝我予你斟着哦，我就爱着你。我就真要见你哦！我家家是当作蚊仔顶着我面的包尔，我感觉讨厌。袂当让你这么有感觉哦。看来你还是对我真要紧哦。你哦，你得继续家己想家己着啦。想啦，我要辛苦啦！哎，想啦！你哪一家？我来陪阮爸吃早起啊。爸，其他个玉佩吼，甲护膝。啊，你唔是真介意这紫砂、啊木雕这艺品啊？我有去替你哦，捡一挂哦，互你摆伫厝内。无啊，你哪会知客户介意遐艺品啊？阁是万条，我甲你讲的，你阁真用心嘛。我失去记忆，真侪代志拢袂记啊。啊，不过曹云直来甲我讲阮爸的代志，我当然加减嘛知影阮爸的兴趣。唉，你嘛算讲哦，足有心的啦，吼、哦！哎，我实想拢无咧，你这样一个乖卡的查某囡仔，哪会去得到万条万这个笨手啦？对了，爸，我有听曹远讲啊，较早你捌逼我学钢琴，因为你讲吼会晓弹钢琴查某囡仔足气质嘞，
啊，后来啊，我无兴趣，你都无逼我学啊。虽然我敢若会晓弹上基本的，弹个哩哩啦啦，啊，不过你嘛是学了我足敖的。爸，归去安尼啦，你搬来教阮弹，我重新学钢琴，逐天弹你听，好不好？哦，哎呦，弹啥物钢琴？我看你逐天分家骨个差不多个。哎，你这人哪安尼哈？我一个做查某囝，想要面包老爸，安尼是倒位唔对啊？颠倒是你，干爸霸占掉的。安怎？你是烦恼以后分袂到阮爸财产哦？歹势，我一仙五元都袂摕，颠倒是恁翁啦。听到客户要把迄风力基金给伊发行了，就开始无用安尼，靠袂着，紧把这块肥肉夹咧嘴内啦。若是客户真正去你遐大，这客户下底卡一箍，万条我嘛想办法把伊拗出来啦。阮爸交代的代志，啊，曹远去进行计划，想说唔对啊。刚讲伊要放我，啥物拢唔管，等你安排。死狗，你阁会怪伊扣病的啦。你这个人真正莫名其妙，这也明，那也明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我是倒位讲唔对啊！对啊！哎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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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哎，啊，你到底是回来甲我送礼，你还是回来甲我认下？爸，是的啦，啊，我想唔忙哦，会当赶紧恢复咱爸仔仔的感情，啊，想过着急，啊，一着急。讲话煞想过大声，歹势啦！江少卿，我伫遮嘛甲你回信嘞。人拢已经落，两个就莫阁争。无你的代志啦。我安怎讲，你嘛算讲是我的小妹啊，就当作是我这做阿姐，先生是愿意甲你回事嘞，你就莫甲我计较啊。再见，小妹。哎呦，免定阿姐小妹，我家母会吼落个鬼死个。哎呦，好啦，雪清啊，你脾气也嘛莫讲硬嘛，我甲你讲哦。素文平常时啊，讲话是无咧甲人啰嫩的哦。啊，你是头一个，好啦啦，刷刷机啊啦。啊，素文啊，啊你讲吼，你要叫我过去甲你住，哎呀，迄是无可能啦。也毋过吼，你若是离婚哦，爸爸欢迎你转来甲我住，啊，你看啥款？哦，爸，那有人爱做老爸？叫查某囝离婚的，好啦，你若唔肯搬去甲我住，啊哥哥，我着较迟过来陪你看你，安尼好不好？哎，好啦好啦。虽然我嘛看得出来，伊有淡薄仔白见，啊，不过人是白仔囝，你管在人查某囝是要哪生奶哦？你即摆是咧讲什么话啊？万条我是什么款人，你敢唔知影？伊害死恁小妹呢，伊进前阁追杀你甲一林呢。那是让地素媛把客户怪去，那是什么后果？我当然嘛爱懂。你讲的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你逐句拢针对地素媛安尼讲着，偏偏还无一个老爸愿意听到别人讲伊查某囝歹话，你这有做无尽责？你唔知影头唔知影尾，你莫后白讲啦。我是唔知影，啊，不过我看出来，地当足无简单，甲伊查某囝团圆，伊是足希望会当得到家庭温暖，咱做下脚手人的。替顾头顾尾就好，莫切到伊的。我知啦。对啊，我问你，你敢真正参像电灯所讲的，要看破风尘去做尼姑？歹势，我还阁有将军呢，我未看破风尘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好。好什么好啊？我，你若还袂看破红尘，就表示你真有可能会当接受另外一段感情。汪有德，我咧讲话，你敢有咧听啊？
我顶面就甲你讲过啊，我对你无意思，你拢听无啊？我替你把耳孔洗好清气。哎，后边来！哦，你查某跟我两个人就要动手啦！你耳孔无清气，我替你洗好清气啦！哦，洗好清气啊！啊，都袂听！哎呀，你！哎你若是要安尼讲吼，这话啊，你想起来，我心内我非常清楚。听因咧讲，奈何我感觉这郑素媛怪怪。还是讲因大家讲到郑素媛的时阵，我拢念唔到重点。客伯，我唔是超工要惹你生气，提醒你无想要听的代志。我是真正足惊你万不依。若是被人轻轻绑架，会失去判断。我敢是这么容易心存的人，啊！我即马哦，心内啊，时时刻刻我拢真清楚，这个素媛啊是假的。迄当阵啊，头一过看到伊的时阵，我看到伊的模样，伊的笑容。我真正会放袂记，伊是假的，也毋过甲伊相处了，愈相处我愈清楚，伊毋是我几十年来心心念念迄个素媛啊啦，两个个性啊差伤济啊啦，素媛啊真单纯，啊伊咧伤过干巧啊。我的素媛啊，绝对袂在我面头前开嘴讲话啊，就安尼长干蜜甜。客伯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吗？是讲，伊来到今嘛，阿爸对我万条万啊。我若要收伊吼，那是注定你干的代志啦。我想要做，什么时阵都会当做。也毋过即马，我想要加看一个素媛，我都已经这个岁啊啦，我会当看呀，敢若剩迄个面啦。你看啦，我将素媛上喜欢的花吼种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就是希望啊，会当加一寡素媛伫我的身躯边的感觉，你若是掺一点啊情情温暖，你都要甲我阻止，我真正唔知影哦，我的人生阁有啥物通留恋，阁有啥物趣味啦？